莲生活佛引领万众为台湾祈福，世界仅四座的大幻化网坛城即将于元宵节跨越地域屏障，首次在台湾树立。3月5日元宵节将为佛塔开灯，并赠送莲生活佛加持红包，赐福与会大众。3月8日下午1点，于台北中正纪念堂举行大幻化网金刚护国习灾大法会，集十方善信共同为台湾祈福回向，欢迎莅临。